当帮助我。他说今天老师的名字干嘛他去说他说你今天你从这个台湾的出来的像我都高在别海金湾今天电话没来在你不是这什么人啊但你怎样但是我相信但是我的命运活动让你继续的推动了那么感谢咱国家的人民代表跟地方代表，感谢咱台湾关心大队，咱的国民团的团长罗瑞元团长。那么感谢这位乡亲，伊这样脾气这样做，把咱大家社会成员，咱下面继续要来跟大家社会斗阵的，也是咱今仔日咱的主办单位，咱的宗教人民。咱台湾先主议会，咱的先主议员，咱的前环保部主委，蔡立安蔡秘书，